大概九日期软 AMS 1.5 哈 ，E2 到1500，我们来看一下它38岁哈，这是右边的软泡1234，左边有123，我们先起右边，好，可以，大约九日五小姐的脐丸卵，这是子宫的屋顶，这是右边输卵管开口这个洞。这是左边输卵管的开口，这个洞看起来子宫很完美，几乎没有瑕疵。OK， 一定要照膀胱哈，几乎是超过90度，我进去了。我知道，在这里还没有到底，你知道吗？子宫很大不动。嗯。啊，我 OK， 哎。没有到底，那它是往上勾。我这个植入胚胎一定要照膀胱，好，可以。